国家法治不设危急军情，宫门关闭以后断然不可擅开。小人退下。主，陈将军，别走啊！我要看见他，放开，放开我！曹彰有紧急之报，要灭掉天子，开门！ 陆中丞，看来卢尚书说的没错，太子殿下真的被软禁在行宫里了，你赶紧决断吧。陆中丞，邓道圣旨下来了，就全晚了。是啊，陆中丞，是啊，赶紧决断吧。陈御史，下官在，庭试什么时候结束啊？礼部同文，辰时开始，巳时结束。好。 那就定在庭试之后，午时出客吧。好，趁着答辩，下官复议。下官复议。下官复议。既已决断，非因不幸在座，但怕节外生枝，还请诸位最好不要离啊。那是怎么？陆中丞，那也应该派人到丹凤门外去盯着。还是下官去。林御史刚从行宫回来，一路辛苦。 陆中丞，下官家住的近，下官去。对，陈御史家就在丹凤门外对面的巷子里住。陆中丞，下官无碍，还是让下官和陈御史一道前去吧。也好，两个人互相有个照应。嗯，是。是。还有一语，请诸位牢记，我等今日去，千万不要违背初衷。 提及行宫之事，免得适得其反。是。拂雀，什么时候？陈御史悄悄递出来的。午时之初，庭试之后。 他们想闹事，说他们不是去替太子申冤，是要求陛下让大王出京。啊，这只剩下两个时辰了，怎么能拦得住他们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的大王啊！钟书令，你今天说什么也要救救大王。钟书令，哎呀，钟书令，钟书令。 你要大事化小，说什么呢？你那两营的武备都着落在我赵雍身上啊！钟书令，钟书令，闭嘴！哎呀！
平氏用的试卷是礼部郎中保管的，你现在就去找他，说是我之托。你跟他说，他为我忍今日之屈，我许他将来卿二之位。是，去吧。来人呢，送安平伯的后院，我马上要待客。 禅机有端，最是无名。全君臣义，诚父子亲。家国永安，天下太平。君子今日，百里成人。 臣爱慕的一切，爹爹，最后都要给大哥吗？ 皇长子定唐，应无可造。再加砥砺，或可更进一步。国至亲王用金带，朕今日特恩赐其玉带。陛下。 什么事？陛下，和尚书求见。陛下，哦，国典停事，你不好好准备，你跑这干什么来？到了吗？陛下。 臣有失职之罪，钦臣起库，一封试卷被库中鼠咬，密封搬开，可新科进士们已至宫门。禀告陛下了吗？陛下还没有还宫，可新科进士们全都入宫了。现在禀报，停事势必就要更改日期。改期？听说御史台这月。 月课还没交呢，要是让他们知道要改期，和尚说，你这是打瞌睡给地枕头啊！你放心，小事一桩，为防万一，臣恳请陛下重换师弟。 换试卷需要多长时间？数十份试卷，重印最多半个时辰，加上密封，一个时辰足有余。臣恳请陛下派殿帅同往监察。
皇上说在。整个一个半时辰，此事的责任事后再追究。臣遵旨。叫李胜奎上来。是。陛下，你跟何尚书先走一步，把这个交给礼部，在试卷没有封印好之前，该部的人不得移动半步。臣遵旨。还有，新科进士进入丹凤门内等候，人到之前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走。臣遵旨。是，太子，这太子餐上是头一遭吧？这怎么就睡着了呢？好几夜没合眼了。陛下，臣可以骑马的。失仪之罪，臣。陈杰，小人在。停尸改尸，不用赶路，四时入宫即可。小人遵旨。你接着睡吧。臣不敢。大人，庭试已经推迟到了四时。下去吧。是。这路老夫已经替你铺妥，接下来该怎么走就看你的了，陈御史。中书令厚爱，下官敢不用命。到了老夫这把年纪，每见陈御史这般首领，总是不胜艳羡。康庄大道，前程无量。下官谢过中书令。可是，我还是没想明白呀，这不撞在一处，又怎么能够大事化小？是谁告诉你安平伯我要大事化小了？李御史，陈御史，这更衣怎么这么久了？怎么样了？哎，这陛下怎么现在才回来？难道晚了？那庭试呢？你在这儿守着，我得回衙门去，告诉陆若芷他们。哎，你去，这里有我。圣驾旨。里头就是新科进士，先上丹凤门看看，等进士进了垂拱殿再入殿。遵命。该结束了，陆中丞，我们赶紧走吧。那两个野士不知道报一声，
这到底结了还是？就是没什么可报的，还不报吗？天子选门生，还要等哪个比头子慢的不成吗？陆中丞，就算没结，咱们避避不就行了吗？陆中丞，赶紧走吧，咱们晚走一步，太子殿下就远离京城一步了。是啊。陆中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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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不交白卷，总会有个名次，难看而已。是，他脸皮厚，也不怕难看。考完试叫他留下来，一家人一起吃顿饭。有个事，朕要告诉你。臣遵旨，请问陛下是？他脸皮厚，你的也。是。什么事啊？陆英的公子是本科吧？啊，是。你跟陆英家的人，不止见过一两次吧？臣怎敢再私会外臣？陛下，问他是要。如果我脱不开身，还请姑娘回来后务必将结果报知令尊。回去告诉令尊，事已无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陆中丞，你们不能！别嚷嚷，你不要命啊？啊！陛下，请用茶。哼哼，无事献殷勤。谢爹爹恩典。啊。陛下，陆英带着御史们去了垂拱殿，替太子鸣不平，冲撞了庭室。顾逢恩他们。也跟着闹起来。他们是你叫来的，行宫的事他们怎么知道的？陛下，臣一直跟陛下在一起。那就是卢世瑜。陛下，绝不会是卢世。这就是他要替你讨回的公道。不是，选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时候。不是卢尚书，陛下。去，把卢世瑜给我叫来。是臣。大王，御史台交给臣，里面那些人就交给大王了。毕竟，要获罪的何止陆英，更有……是。是卢英之子先站起来的。他搅扰了考场，臣让人先把他带走。这些人就齐凡，
在陛下面前跟着御史台一唱一和，你敢胡言乱整，幻眼妖君！陛下，臣无能，可里外都是卢尚书的门生，臣实在是……住口！陛下，站起来的纪明。爹帅，不能去！看他是听你的令旨，还是朕的圣旨。夫人，要把这套屏风折起来吗？放着吧，大人大概是想留着，给一位重要的人。这书道的名字，大人思前想后，到底想到了没有？我们可马上就要走了。谁知道他呢？等着他回来再问吧。摘下来，玉带。还有冠带。魏成王，送他去昭陵。朕看，谁敢留得下他？这里是什么人？请卢尚书让路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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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老臣行将去国，深受国恩，无以为报。行前，请陛下许臣再进一言。瑞始四年六月七日，先帝召臣入宫。手指时年五岁太子殿下对臣言，请你来教我家子弟，望你尽心竭力成就他做忠孝仁义堂堂正正之君子。当日臣饮下太子殿下奉的茶，而后臣无一日敢忘却先帝对臣的重托期许。楚父五岁楚歌，敏明自律，至今已是五载五千余日，雪雨风霜，演讲臣上告病告假数回，而楚父从无一日缺席，
世子，臣不敢自诩为人师。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有所为不易，有不为亦难。陛下今日选择，关系非止今日，非仅一人。君子得风，小人得草。圣天子今日保护者，天下读书人。待天子布王封德化于海内，时时与内成亲，天下太平。是老有养，幼有事，父母慈，子女孝，君王俭，臣子恭。是我朝恩德，传承百世；是我朝臣民，万代感恩。老师，不要，不要再说了。王圣天子，臣以此为念，今日此地之决断，为臣民之法誓，万世之典范。今日之事，是臣主事。放我出去！臣罪同秋山，万死莫辞。臣故不敢戴罪于圣天子构下，但请圣天子明察秋毫之末。万方有罪，只在陈宫一人。太子殿下，臣去也。今生丽水，欲出昆冈，错注丽水，欲碎昆冈，
吾不罪者，怎辨美迟？人不。不怕获罪于天，可是朕还没有这个胆量。李成奎，把你的人先叫回来，也把太子先请回来。睡。记住了。君子死而冠不冕，何况只是去凤林，去取本宫的衣冠来。
公叔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公叔，他们全部都回不了家了，怎么办？夫人，全部都是我的错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希儿。哎，希儿。你想干什么？以防万一，我还得再找一个人。钟书令说了，还要借尚书一臂之力，破坏灭了，就在天蝎城。